警察啊，他们要搜索。刚刚我跟你讲，我们你好好的用，我们好好配合你。就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开的搜索票，这个。啊，他们要搜索。刚刚我跟你讲，我们你好好的用，我们好好配合你。进去啊，进去。欸，你行动电话拿出来了。现在行动电话都拿出来，不要用。你身上有几支？我跟你讲，你好好讲，好好配合我。哦，这是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开的搜索票。这个。这个。哎，向我向这这。这个。中山分局侦查队与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共同追查网络贩毒案件，巡线查得张姓男子疑称涉有购买毒品之行为，经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112年7月25日14时许于范闲住居所执行搜索，现场起获第二级毒品大麻一包、大麻电子烟三支、大麻吸食器三组及大麻研磨器三组、毒邮票两件等赃证物。彰显经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